不到方法，证明爱情有偏差，好想要放弃他，心里却一直在跟自己吵架，假装不在乎，假装每天很忙碌，可是我却按耐不住，想知道你现在在干嘛，无时无刻眼里都是你，每分每秒心里都想你，我要控制自己忘掉你，不愿意就这样跳出爱的陷阱，无时无刻眼里都是你，每分每秒心里都想你，想要控制自己忘掉你，却又不知不觉把你写进日记，这是爱，为何感觉好奇怪，不知温和到来，也许时间会慢慢带来答案，伸出你的手，赶走我不安的梦，听你说我们的邂逅是被上天看你也要参加这个竞赛啊？难不难啊？不是建筑系可以报名参加吗？不可以。而且你不是来找幼年的吗？你干嘛老跟我说话呀？我不跟他聊天。你看他对我这么冷漠。那你还老缠着他？他越是对我冷漠，越能激起我的征服欲。哈，我不仅要缠着他，我还要逼他跟我们一起去看 3D 电影，是吧，幼年？你看啊，我这正好剩三张电影票，你看，一、二。哈哈，那个就上一次我用幼年的相机顺手拍了你，然后我回去看照片，我就被我自己的摄影技术给惊艳到了，我就把它洗出来了，我放在钱包里就是为了方便炫耀，是吧，幼年？我试出去一下。好，学长。那个，我想问你，你喜欢看电影吗？哎，好像不能这么问。要是他说不喜欢，不就直接结束对话了吗？学长，谢谢你做我的模特，我想请你看场电影。嗯。这样说好像比较好。学长，学长，什么比较好啊？你吓了我一跳。你在自言自语什么？哎呀，那个。哪个？学长，谢谢你做我的模特，我想请你看场电影。
好啊。你不要有压力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如果你要是不想看的话，我也能想办法把这个票卖出去。王一超，啊，我那还有两张票，你帮我一起卖了吧。啊，行。车质保，全国竞价，确保高价，当天现金收车。车质保，一个专注收车的网站。贾老师，陆老师呢？他晚上有事。他忙完就会来的。贾老师，您不走了？要你管！谢谢。你不带吗，学长？学长，你不舒服吗？没有。开始了。有的鱼是永远都关不住，因为它们属于天空。刚刚的电影你觉得好看吗？嗯，还可以。你觉得呢？还可以。哎呀，太肤浅了。这看完《大鱼海棠》，不谈这个老庄，这怎么能不谈谈这个老庄呢？你谈谈中国的那个古代建筑也行啊，非要买条红围脖？是，我就是要买条红围脖，而且买条长的，累死你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怎么了？不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是他们的学生。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我给这个大鱼海棠啊！哎，学生好。开学姐。下学期回来的话，你就是大二服装系的。
也有可能是大一建筑系。这么没有信心啊？有。这就对了。怎么了？没有。哎，学长，刚电影好看吗？你刚还在笑我睡着，现在你一个醒着都问我睡着。我看别的了。你有什么？没有。明明就有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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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，Good morning, everybody. 新学期第一节课就是我的，意不意外？惊不惊喜？哎，什么意思嘛？一开学就不给我面子啊？哼，老师这样会生气的。老师，快开始上课吧。我们淼淼已经等不及他正式的第一堂专业课了。淼淼，所有的同学们看向丽莎这边，她旁边坐的是我们这学期的新同学夏淼淼。淼淼，介绍一下你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夏淼淼，是建筑系转过来的。谢谢大家。在上课之前，我还有两件事情要宣布。第一呢，就是各个高校要准备联合运动会，而我们系的汤孟飞同学被选为了这次海大方阵指挥员的候选人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呢，是由于本人太优秀，被学校委托训练这帮指挥员，请大家鼓掌。还是新同学比较给力。好了，上课。笔呢？你有猴瘦吗？怎么了？胖猴就不能卖艺了吗？我也是很有市场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您看看那边，瘦猴的市场。你少吃点，给我留一点。要不是他太讨人厌，我都想过去叫个好。我觉得还是新进生的好一点。识货。小金管到底好不好用啊？我觉得还蛮好用的，看我是不是白了一点。你也去拿一支吧。贵吗？还行。小心，你的零太多。你怎么不去找他呀？生他气。你为什么生他气呀？上学期末，他给了你电影票，但是没有给我。啊，你说在图书馆他扔下那两张电影票，他也给了你电影票？什么叫做也？他上一次莫名其妙拿给我一叠电影票，我没要，我估计是被大超学长给骗了，买了一堆没地方送。所以不只是给了苗苗。没什么。我说林同学是个小气鬼。哟，
怎么成林同学了？不是你的开拓了？谁让你们都有电影票，就我一个人没有。那说明他对你特别好吗？还能有这种解释？嗯，你不懂。我也不懂。哎，不用解释了啊！迟到那么久，我生气了。没打算和你解释。哎，你们俩别磨叽了，赶紧打球吧，一会儿他又要去毛竞赛的事儿了。哎，我生气了，你不哄我啊？我说你用点心行不行啊？你不怕眼睛抽筋，我们还怕被你砸呢。我拜托你看林开拓和扔指挥棒，你选一件事干行吗？拿来吧，好好练，加油，躲远点，离远一点。林开拓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不记得。哇，特别帅，厉害！好墓碑在干什么啊？梁幼年呢？为什么查我们家林开拓？梁幼年在哪儿？哎，行行，算清楚，别撞到我。气死！你走慢点。冷静冷静，他都被赶出来了。小心！哎，不打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呦，我看看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快去看看欣欣有没有事儿。能站起来吗？能。我的腿。送你去医务室。没事吧？我也受伤了，为什么没人带我去医务室？你手受伤了，脚又没事儿，自己走过去不行吗？来，上姐背上来，姐送你去医务室。有病！嘿，还真是有病。刚才听你的描述，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啊。骨头，我觉得我的骨头肯定是裂了。那你把鞋脱了，我给你检查一下。同学，你过来帮他扶一下，别让他乱动。小妹妹，刚刚我还在吗？咋不是走了不见了？快扶着我吧。笑什么笑？有味儿。才没有。别闹了别闹了，万一骨头裂了可不是小事儿。你看你看。这个竞赛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吧？大家的绩点呢都是在3.9以上，所以推荐你们参赛。今天叫大家过来呢，是因为预选交稿的时间整整提前了一周啊。所以动笔的和没动笔的同学们都要抓紧时间了，明白了没有？好，那大家去做准备吧。啊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哎，梁幼年，你
你等一下，来坐。怎么没有看到林开拓呢？啊，那个我表妹她受伤了，她送她去医务室。哦，那你见到她，给她转告一下。好，啊，去吧。梁永年。哦，吴教授。听林老师说你也来参加竞赛。是啊。当年陈慧也参加过这个竞赛，好像还拿了什么奖，我得了第一名。是，那必须的。向你妈妈看齐。谢谢教授。千挑万选，辛辛苦苦的训练，哼，你们给我整这一出，你们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？老师，要不然你找第三名替补嘛？我还怎么找人家？我都淘汰人家了，我还要不要脸呀？就别装了，老师多着急啊！不行，我好不容易让林开拓心疼我，这场戏啊，一定要演到底。老师，我稍微休息两天就好了，等我恢复好了我就休息休息。休息老师，淼淼想扔指挥棒，他学习能力特别强，而且接东西特别快准稳。就你了。泡泡泡，往上泡！哎，老师，我真不行。没关系的，再往上泡高一点。哎，学长，没事吧？你为什么扎我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哦，我看看。你蹲下来的，我看看你头有没有事儿。嗯，有点红了，对不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就赶紧练呀，快点！为模型教室。这个再往上抛，再高一点，快抛！小月，终于来了，你是来画图吗？我拿点东西，我走了。喂，
梁姐，你嘲笑我是吧？啊？我没说什么。你眼睛说话了。那他是不是在说啊？我们大超心动的时候有点怂了。就你不怂？我看你是有病。图纸撕了一张又一张，开着空调还开窗，知不知道环保？心动的时候怂啊！哎呀，有的人啊，连自己心动了都不知道呢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哼！好好想想吧，你是不是真的只把夏淼淼当妹妹？几次就会了，加油！啊，老师，多疼几次就好了。你接着练吧，我找人给你送饭来，不要放弃啊！我快要连通宵吧。拜托，你来了。你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了。嗯。之前医生不是说不用包扎吗？我又去看了，换了个校医，他说特别严重，一定要包扎。走吧。你不背我吗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会画图？好好好好好。那你帮我拎着东西吧。哎呀，慢点。淼淼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智慧棒我从来就没有捡到过。赏你的。你就不会好好说话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管教不严。开拓，淼淼得吃饭了，你可以帮他找一下智慧棒吗？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可以自己来啊。吃你的吧。你这个得绑多久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效果真的是太好了。你看，不让他帮你找指挥棒，他就乖乖的给你找。哎，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呢？你看看他跑的这样。我错了。好吃吧？嗯，好吃，心情最好了。这个这么轻，有这么难吗？我随便看一下就会了。你来啊，你会。
本来就我了。哇，好帅，好帅！没扔呢。就是抛物线估算错了而已，等一下，重新算一下抛物线。对，开头说的没错，这就是力学的问题。你怎么不说是地心引力呢？哎，我成你们俩了，该干嘛干嘛是吧？别在这打扰我训练了。等一下，走吧，行不行？我再重新试一下。赶紧走吧。你要再不把他弄走，我就告诉他你的脚没事儿。啊，开拓，哎呦，我们走吧，那个贾老师马上就要来了。啊，走吧走吧。我来我来。小心小心。有事没事的时候，总喜欢往他出现的地方张望。会在这儿啊？路过。路过。你是要把那拿下来吗？哦。我帮你吧。See my heart. Can
眼睛里，把心话温柔地说，想你在我左右，一直为我守候，我的心。到你，我的心就不安跳动。什么声音？刚刚。别怕，我去看看。学长，你说怎么会有人忍心丢下这么可爱的小狗啊？对。今天这么晚了，我只能先把它带回宿舍了。刚刚实在是不好意思了，要不你换下来之后给我吧，我帮你洗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洗。我现在好担心啊，我都练习了一整天解指挥棒了，还是解不到。你确实是一直在砸脑袋啊。你怎么知道我一直在砸脑袋？我今天不就被你砸一回了吗？也是哦。我们下去活动活动。可惜学校不让养宠物，我得赶快给你找个好人家寄养了。哎呀，你给我过来，过来过来，屁呀，小宝贝。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哎，看，他的眼睛水汪汪的，像不像我们家开拓啊？哎，我知道你最近因为装瘸和林开拓的关系突飞猛进，但是你也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吧？我们开拓的眼睛在我心目中就是水汪汪的嘛。哎，萱萱，你回去帮我在学校论坛上发一个帖子，找人领养小狗吧。啊，你不养吗？有的人不让养呗。那我一会儿回宿舍就给你。什么时候送走啊？一屋子人围着一条狗，烦死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找到了领养，就把它送走了。夏淼淼，你自己过来看。怎么了？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个我一会儿就帮你把桌布洗了。别一会儿了，我现在就把它丢出去。哎，你别，汤姆飞，回头。你干嘛？你丢啊！你丢的话，我就录下来，然后发到学校论坛上，让大家看看海大校花是怎么欺负小动物的。拿着拿着，你给我删掉，你给我删掉，哼，删掉就删掉。看看干的好事儿啊，怎么了？干得漂亮。哇，哪里来的小狗啊？好可爱啊。我捡的，学姐。啊，看看了。我觉得这个游泳池比例好像。你看，
放心去的。我一会儿跟你说。你的外卖。哦，我是给梁永年带的，顺便给你买了一瓶。是不是啊？你怎么还在修改这个图啊？那你怎么还来我们教室啊？我才来几回啊，还没你这柱子改的40度。快走走，别翻我画图。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一个破柱子有必要改这么多回吗？啊，是不是小月？哦。你画什么呢？游泳池呢。游泳池啊？哎呦，我最爱游泳了，来我看看。画的怎么样了？天哪，太逼真了，画的简直就是游泳池本人。天哪，我现在就想下去游了，太好了。我先画。不是吊打梁永年，画得太好了，真的不用复习了，绝对考第一。画得太好了，好像还拿了什么奖，我得了第一名。不会的。赶紧走，哪那么多废话。哎，疼疼疼。那我一会儿采访的时候你会在外面等着我吗？因为我很闲嘛，我还有竞赛要参加。你的脚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好？快了快了，其实呢今天好像也没那么疼了。帮我查个电话号码，林开拓。
心里，把心花。